好三坏。今天王敬明少见碰到这种球数落后的情形啊。北上黄的走了，这个球在内角进到了好球带，二垒手进来补位抓到了，石祥宇到垒失败。林祖杰最后进垒接球，重心是有点倾斜哦，不过还是顺势完成了触杀，这对狮队来讲是最理想的结果，好球跟处理数都有啊。哇，这个 take 做得好，反而陈崇宇传的位置啊，这刚刚好让林祖杰接球顺势往下摆的时候，碰到了要滑垒的石祥宇哦，前段棒次的机会，扳平甚至是超前了、啊。北上黄者再度发动盗垒，这一次轮到高孝宇来尝试，结果又被抓到了，单局两次的盗垒阻杀，与这次接球的位置就是在二垒包的另外一侧，哇！不过这个角度看起来的话，确实有先 take 到。再次看这个角度嘛，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哇哦，这个是有没有碰到？刚刚的两个角度，感觉上都是林祖杰有先去 touch 到高孝宇的脚哦。这个时候更可能碰到了。不过这对龙队来讲的话，就是蛮大的损失。现在主审拿下耳机，比出了出局的手势，龙队挑战失败。陈崇宇单局两次的盗垒阻杀，现在垒包进空了。